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咚锵锵咚。恭喜恭喜发大财，过年歌手更你们更精彩。过年啦，抢红包喽！说到抢红包，机智的小编有三大秘籍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要想拿得多，才艺搬上桌。或者咱就直爽点，如果这样还不行，只能怎么样，三个技能宝宝们 get 到了吗？当然，过年除了收红包，最开心的还是能和家人一起吃个团圆饭，喝点小酒，一整年的疲惫就轻松放下了。只要我以为这不是乌龟，谁都是宝贝，有什么珍贵，什么是是非，都似是而非，再眼看世界，世界随我陶醉，看得很琐碎，都没有所谓，看不到命运，只看到滋味，只看到绝色，看不到绝对，最好的滋味就是耐人寻味。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，感性的小编还想呼吁大家，一定要记得拥抱一下一直在背后支持着我们的亲人朋友。不想要你和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你一碗虾米，不想要你同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最后，小编祝大家猴年大吉，新的一年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还有，一定要记得继续收看越飞越高的《我是歌手》第四季哦。